说到秦始皇兵马俑，类似这种保存良好的跪射俑算是相当常见。但你看过这种浑身肌肉的兵马俑吗？它是最近在西安出土的半裸百戏俑，跟着160多件秦汉文物一起来到纽约的博物馆首次展出。这个真人大小的陶俑精准按照人体结构打造，上身赤裸展现肌肉线条，推测他在秦始皇的御用杂耍团中担任大力士。不过他这副身材却有肚肚，不像现在的型男有六块腹肌。考古学家就推断了，这个陶俑很有可能是参照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引进的西方人体雕塑来设计的。其他的参展文物很多都是国宝，极少公开展出。例如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大型石狮、中山王妃的金缕玉衣等等。就是这一批文物呢，能够集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它是从中国的13个省市、32家收藏机构共同集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大都会7月份展出之后，我们非常希望能在中国的一流的博物馆来进行巡回展出。这项秦汉文明特展展期由4月3日至7月16日，想看得把握机会啦。